大家好，我是产品部的阿丽塔，欢迎来到我们的成功学院。啊，时间过得是真快啊，我们一起走过了半年的时间，商城开放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转眼间又要一起跨向2021年了。艾多美的产品理念和初衷一如既往，大众精品是我们的产品开发坚守的品牌理念，开发优品良价的产品才是消费者喜爱的产品，同等品质我们的价格更加亲民，同等价格我们的品质更优。2021年即将开始，我们继续秉持着产品的原则，为大家提供大众精品。好了，让我们赶紧看看预计明年一月份艾多美商城会陆续上市哪些产品呢？艾多美玫瑰舒缓喷雾。我仿佛听到屏幕外的你们说，哇，终于上市了。没错，就是这款结合了化妆水、精华液、营养霜为一体的舒缓型喷雾。不得不赞的是，它真的是一款喷雾，雾化的效果真的是润物细无声。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感觉到了吗？大家感觉沉浸在玫瑰雾中无法自拔，淡淡的玫瑰香扑面而来，因为里面含有了20%的洋蔷薇花提取物，能给肌肤带来保湿舒缓的感受，不含人工色素、人工香精、矿物油等成分，成分更加的安心，用途更广泛，我们的脸上还有身体上任何需要滋润的地方都可以呲一下。同时它也是我们办公室里的必备补水之物，我们上妆前、补妆前呲一下，让你的妆感更加的服帖，立刻缓解干燥的肌肤状态。艾多美隔离霜，隔离紫外线，均匀肤色，提亮肤色，温和配方的保湿成分为您带来更加健康弹力的肌肤，抵御紫外线的功能当然不能少，同时采用了光散射原理与柔光焦点技术，让你的肌肤更加的焕亮，充满活力。让我们来试一下，绵柔的质感，光泽瞬间的呈现，啊，淡淡的香味儿，非常的舒服的味道。彩妆之前调理肌肤，提亮肌肤，呈现健康的肌肤质感。艾多美卸妆水，艾多美卸妆水是一款非常温和的卸妆水，及清洁、角质、补水为一体的多功能卸妆水。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意识到清洁的重要性，即使不化妆，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会有污垢残留，油脂混合着这些污垢和空气中的粉尘，卸妆产品就显得尤为的重要。成分非常温和，轻松卸除，还有草本植物成分，白花春黄菊花水、绿茶叶水、薰衣草提取物、迷迭香提取物等来舒缓肌肤。产品的设计也是非常的方便使用，它是通过按压来去获取我们的卸妆水，很卫生，取多少用多少，轻松的卸除脸部的彩妆。我们的每日面膜上市了，保湿补水面膜。艾多美每日面膜有三重锁水体系，含有补水保湿复合物，由贝塔葡聚糖、透明质酸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玻尿酸和夏威夷海水中的丰富矿物质组成的浓缩型复合物。大家都知道，贝塔葡聚糖具有补充水分、舒缓肌肤的功效，保护皮肤免受外界有害物质的侵扰。那玻尿酸大家也都非常熟悉，有助于滋润皮肤的角质层，具有出色的锁水能力，与其他多糖类相比具有更高的皮肤保湿能力。同时加入甄选自夏威夷海水的含有丰富的矿物质镁、钙、钾、钠等等，有助于补充我们皮肤水分，让肌肤得到舒缓，并且使用中呢，通过五种舒缓复合物让肌肤舒缓放松，自然的吸收水分，让敏感的肌肤也可以安稳的补水。
水润亮肤面膜。现在很多人对面膜的功效都特别的重视，很多女孩子都希望皮肤更加的明亮，大家呢也为此不择手段。那我们艾多美每日面膜就有这种既可以保湿又可以提亮的面膜，这就是我们的保湿提亮面膜，改善暗沉的肌肤。这第二款每日面膜水润亮肤就是为此而设计的，它具有维他命光泽亮肤保湿系统，可以淡化我们肌肤的暗沉，改善我们的肤色。由谷胱甘肽、沙棘果果实提取物、大米胚芽提取物、双歧杆菌的发酵溶解液组成的浓缩复合物，具有更强的提亮的功效，是构成艾多美亮肤配方的特殊成分。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营养弹力面膜。这款面膜是针对肌肤具有很强的营养补充，能够弹性增强的一款功效。我们平时的肌肤都是比较容易干燥、容易松弛的一个状态，特别是工作了一天之后，这个压力会让我们身心俱疲，皮肤的状态非常的不好，老化的速度也会加速。那这款面膜的配方当中就具有保湿紧致凝胶网系统，密布于高分子聚合物紧致肌肤凝胶当中的紧致滋养复合物，在皮肤上形成一个弹力膜，并促使我们的皮肤快速的吸收有效成分，护理皮肤，保持弹性，淡化皱纹。最后告诉大家，我们的每日面膜配合海藻面膜布的高效吸收能力，能让你的皮肤日新月异。那么海藻纤维本身就是比较出色的补水锁水能力，可以快速的传达到皮肤上，因此即使在使用面膜的过程当中，面膜也不容易变干，并且可以向皮肤有效的释放活性成分，让皮肤长时间的水润。其次，面膜液当中的精华素可以与海藻复合的天然成分结合，形成海藻气泡粘液，那我们可以在面膜当中看到，那给予我们肌肤营养，并在保持皮肤水分方面发挥协同的作用。秋冬季节这么干燥，你的肌肤一定少不了他们的呵护。艾多美口腔护理便携套装，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性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我们最常见的口腔疾病就是龋齿还有牙髓炎。龋齿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我们常说的虫牙、蛀牙，一般都是由不良的饮食习惯和不良的口腔护理习惯造成的。牙疼不是病，可疼起来还真要命，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饭后漱口的好习惯。除了已经上市的单品牙刷还有牙膏，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一款专门为旅行和出差办公时候准备的便携口腔护理套装。艾多美就是要关心到大家方方面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小小的便携小盒，它是用食品级的 PP 原料生产的，和艾多美牙刷一样采用了钻石切割的技术，那看起来非常的美观而且防滑。我们的便携套装是由牙刷、牙膏和牙尖刷组成，能满足你出门在外任何时候都可以随时的护理我们的口腔，让口气更加的清新。最主要的是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让我们的牙齿更加健康，牙好吃嘛嘛香。艾多美集中护理安瓶套装，我们每个安瓶呢都给大家编了号，零号、一号、二号和三号，让我简单的给大家解密一下。大家看到打开盒子以后呢，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是安瓶，一个是滴管。为什么是分开放的呢？为什么要分开设计呢？里面有什么玄机吗？让我来跟大家说道说道。那是因为呀，每一个安瓶，来给大家看一下，每一个安瓶都是分上下两个结构，下面是核心安瓶，上面看不到的这个部分是活性安瓶。每一个安瓶都是由这两部分组成的，上面的活性安瓶装着高效的活性成分，它们的特点就是浓度高但是不稳定，所以我们要分开放。核心安瓶里的精华液呢，只有在使用前通过按压激活即可激活鲜活的营养成分，
这样子就可以保证它们的活性和高浓度了。然后再安装上滴管就可以轻松使用了。并且在打开后，我们建议大家在一周内要用完一个安瓶。建议的使用顺序呢，跟大家也说是从零号开始，一号、二号和三号。接下来按照使用顺序跟大家一一去介绍。首先是零号，透明色的蓝色的安瓶，上面呢活性安瓶里装着蓝色的孔雀石提取物和高效的补水精华，融合植物脂质体，有效的有助于改善肌肤的保湿能力，从而达到高效补水的作用。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号，一号黄色安瓶，含有13种维生素的高效提亮精华，其中12种维生素复合物让肌肤亮泽通透，高浓度的维生素 C 有助于让肌肤恢复光洁亮泽的状态，提亮肌肤。因为含有高浓度的维 C， 建议大家晚间使用。再来看看我们的二号金色的安瓶，含有8种肽、24K 黄金和白藜芦醇，光耀闪亮的同时，通过细胞活性技术精准地协同我们找到肌肤的问题，并快速准确地针对肌肤保养。复合肽还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紧致提拉的效果，改善皮肤粗糙，实现更加平滑的肌肤质感。最后一个3号紫色安瓶，核心安瓶当中呢就是乳酸盐，它是构成天然保湿因子的物质，在皮肤中可以充当着水分储存剂，与肌肤的天然保湿因子相似，所以呢它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肌肤屏障。它跟肌肤修护精华融合在一起，加入舒缓肌肤的成分，全面提升肌肤的状态。好了，那这一套呢就是为期4周的集中护理方案。这套产品在韩国上市以后也收到了很多会员的反馈，很多会员使用之后感觉肌肤的状态真是更好了，也没有那么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有的人呢也更加愿意照镜子了，说明大家很满意我们的产品效果，忍不住了要做产品最后的冲刺阶段，赶紧上市，让我们的中国会员也焕然一新，迎接崭新的一年。好了，一口气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产品，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开年礼物大家还满意吗？更多产品信息请大家关注近期的线上研讨会和产品场的研讨会，我们会重点的讲述给大家介绍。再一次感谢会员一年以来的陪伴和喜爱，2021年我们也会开发和进口更多更好的产品，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年更加精彩。